我自己其实蛮生气，他们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算？对啊，有一天有机会是我们六个可以一起。之前是有在讨论说你曾经是 energy 这件事情。我曾经是，我曾经是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本来邀请不是等于他们的合体不是在说哦我们自己 Energy 办了一个什么演唱会什么，而是是五月天他们的邀请嘉宾嘛。对，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最我自己其实蛮生气，我就觉得他们怎么到现在还那么帅。对，我这因为对因为我一开始 Energy 最早在中正纪念堂那个时候演唱会，我就是他们的 dancer 在后台的，就是等于从他们初期前一年，我就从他们就在我们舞蹈教室开始一直训练，所以其实我是开心的，我真的开心，就是哦，终于 energy 第一代又合体了，我知道他们合体这件事情有多不容易。对，我自己倒没有第一时间没有，我是看到新闻或看到粉丝有讲的时候，我当然也很感谢，就是粉丝有想到我，一直记得我，但我同时也很开心，其实他们合体这件事情，对，那也许粉丝继续敲碗，或者是也许未来有一天有机会是我们六个可以一起，但的确第一代 energy 是他们五个人没有错，我并没有特别觉得怎么样，我只是看到影片会觉得哇，怎么这五个人还是状态很好，状态很好，在摆在一起还是对啊，还是很赞，还是很 energy。